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 我现在在平林拱桥附近的北四溪河岸。听说最近外来鱼种入侵平林北四溪，越来越严重。我今天来平林旅行，行程结束后就来到平林拱桥这里，来看一看这边的溪里是不是真的有很多外来鱼种。看来平林的北四溪已经有外来鱼种入侵了。多年来平林护溪啊，希望这样的护溪不要变成只是保护外来鱼种，而使本土鱼种岌岌可危。我今天的生态短影片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